这次出谷去也不知道到何时才能回来。公子别担心，我们一定可以很快能回来的。嗯，希望如此。公子，这也是春月楼，之前我和宫里的姐妹们来过一次。何路，我从没出过谷，接下来该去哪里呢？不急，既然知者暗知，我们把整个城镇逛一遍吧，顺便问问路。就依你的，何路。嘿，套过来黑点。嗯，我这有卖最棒最棒的迷药，有没有买一罐？专门对付无助的单身女子。哎，一罐才卖300两，人格保证，值回票价。我不要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等你有需要的时候再来找我吧。多情的大爷，我赏个1两吧，我每个看看就走啊。谢谢大爷。天哪，他一出手这么多钱，他身上一定还有更多的银子。只要弄到这笔钱，我就不用再做乞丐了。这位大爷，你这行银好，好人做到底啊！身上的银子都交出来吧，我们就不用再行乞了。是我不好，给太多钱反而害了你。别假道学啦！对，我就是要被他打。妙手，烂东西，什么都没有。大侠好命，是我们黑心不对，我给你磕头，我给你跪。你们知道错就好，以后别再想害人的念头了。大侠，你真的好人，我们都要重新做人的。我以后也就重新做人。好，黑蜘蛛。你会武功？是的，阁下是……我叫黑蜘蛛。黑蜘蛛，你就是黑蜘蛛，那个轻功一友的黑蜘蛛。小子倒是知道我，很好。你的年纪也不算大吧？口气却十足像个前辈。我的年纪就算不够大，也可以做你的叔叔伯伯了。算了，我看你蛮有才华的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哎，就这样。就这样，好，我们偷完装啊，因为基本属性超过了。只是我想叫你这个朋友，也不能倚老卖老，你就叫我一声大哥吧。好，叫他大哥哦。嘿，很好，以后你就是我小弟，路上碰到什么水路凶险、恶道拦路时，报上我的名号就对。以后大哥已经照了。是大哥，我还有要事，我先走一步了，以后有缘再见。各位乡亲父老、兄弟姐妹们，有人愿意接受陶像，快来看啊，快来看啊。哎呦，不痛啊！对不起，我出手太重了吗？你到底是谁？我们摆了场子好久，都没有人送我们大哥一丝一毫的。我是花无缺，从移花宫来的。哇，这位少侠，这位说笑，移花宫他有男人，你不愿意说就算了，你那三个小五大哥这么愿赌服输，赔你300两便是。300两而已。你身上的剑可以借我看一下吗？你要看剑？公子，我看这个人不怀好意，你千万不能给他。大神借剑何用？我只是想看看，因为我听人说你身上带有飞云剑。我确实带有飞云剑，这种山寨取得的。请你还给我好吗？还你？看你弱不禁风，怎死了这把剑？有莫要胡说。我当然是死不起的，但我那汉子就可以，而且因为上山就没回来，想必你遭山贼杀害，求求你还给我吧。卷二，你
大家快来啊，这柳山的乔装混进来了。你这恶贼，打死你！是鬼怪，那你知道我们不是好欺负的。公子，你为何不还手？我不愿伤害无辜之人，他们分明是无理取闹。好，然后呢？小伙子真可怜啊，不过你真的好样的，难佩服你，因为那根本就不是那老鬼的剑，不还才是对的。然后再出去有个这个啊，靠腰这个啊，这个很抱歉，我想和你谈一下飞云剑的事。又来一个，公子，这次千万不能心软了，我绝对不是要找你麻烦的。那把飞云剑本来是我爹爹的宝物，我爹死后我能力不足，被差家夫人的丈夫抢去，求你还给我，好让我能向死去的爹交代。我可以给你任何你想要的报酬，求求你。这倒不必，我也听说剑是那人所抢，看你如此诚恳，想必不至于骗我，我就还给你吧。真的吗？你人真好，可是我早已准备好谢礼了，就是这个。好，就这样。年轻人，喝杯水吧。多谢。这是我独门配方，有缘人才能喝到的。感激不尽。没有了，只有一杯。喂，小子，什么事？老子最看不惯这种公子哥，一见就生气。那我不找你说话就是了。哪有这种便宜？你莫名其妙。哈哈哈，怎么样？老子开心就好。啊？他不是反应50就有了吗？我看一下。哎，反应不是50以上了吗？乖乖的不得了，居然连我的车轮攻击都闪得过。我不和你这种一般见识。好，闪过了。慈晖普照，解救众生，这位公子可是来买材料材的。敢问这位大夫，可是剑不闪的配方？剑不闪，我在这开业机制当然知道。不知可否请大夫赐下药方，让我们感激不尽呢？这位公子，这些药方什么药行的神才知道，莫怪老夫不能与你明说。哎，我在想办法吧，告辞。且慢，这位公子请留步。大夫，我送你个玉瓶子，表表不能效劳，向你致歉之意。谁要你的玉瓶子啊？哎，懊恼我紧啊，因为捐款捐完了是不是？哎，这位爷啊，可是要住店。我还在考虑，你可知道二人谷要怎么走？爷，你真问对人啊，还验证上叫我帮我打听，啥事都找我。这二人谷在极西的群山里，外地人不易找啊，爷可以先到藏海村看看，问当地人最快。多谢你。哎，你慢慢瞧，那决定了我再替爷打理打理。好，就这样。里头似乎传来男女情侣的低声细语，还是被打扰的好。哎，不是可以听吗？这里。娘子，娘子，你这条大龙独眼，外面黑市诱惑，可叫我手到擒来了吧？啊，75，智力75 ，OK。相公，世事多变，脚上的变化尚多，奴家也许可以靠打劫求生。他们在说什么？听起来像是黑话暗语，完全听不懂。好，啊，他们说的是围棋的术语，说的是倒扑之类的鬼手。白起诺真的有这类手段，死不了的。
好，就这样。哎呀，铺进的这步棋我没看出来，失算失算。相公别急，结火又不是进火，还要考考算姐的功夫呢。好，就这样。你知道往二人谷的路要怎么走吗？知道。可以请你告诉我们吗？不可以。我们想到二人谷去，有要事代办，还请你阁下通融。除非你可以证明你不是要想躲到二人谷去的坏蛋，或是免谈。我相信你，二人谷往西一直直走就到了。好，选这个是因为这个经验值最多。对，就是我们就是要找桃花，有没有？啊，这边有八千两嘛，记得拿。八千两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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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哦，这个要买，这个很重要。好，走吧。别哭别哭，大哥哥跟一眼灵子买糖吃。谢谢你，大哥哥。是谁打你？做买卖的汉人叔叔，他不许我说话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很多秘密。是这样啊，你去玩吧。小孩子童言童语，不必当真。猫咪会偷吃鱼。市场阿婆一把好剑，小黄胆子。公子，这里头都是一些钱书、珠宝、小小金工等定情之物，没有什么实用的东西。那就别动他的，我们快走吧。哟，又是一个来偷看我宝箱的小伙子，不过长得还蛮俊的。这下误入此地，看见姑娘失误，实在罪过，不敢求取姑娘谅解，就此别过。姑娘可否让路？这也是我的帐篷，能让任影来出来，想走就走的道理。那姑娘的意思是？嘿嘿，哈哈，唉，姑娘，我叫桃花，不要一直叫我姑娘姑娘的。是，桃花姑娘。算了，放你出去吧，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个有刀疤的小坏蛋。多谢姑娘，不，多谢桃花姑娘。还好这位姑娘已经有情郎了，以后可不能乱闯女孩子的香闺了。哎，我还以为她喜欢花无缺，结果不喜欢了。你是万历来的汉人吧？有带什么货物来吗？我不是做生意的，不是做生意的汉商。你用错了，真可惜，我还以为有什么可爱的小玩意可以看看呢。不过我身上有个精巧的玉瓶子，也许你会喜欢。好特别的小瓶子哦，可以给我吗？我留着也没用，你喜欢就拿去吧。你人真好，我这有颗珍珠就送给你吧。老板，你怎么可以先离我而去？人死不能复生，节哀顺变。你看开点，我老爸是被强盗杀死，我叫我怎么能看开？强盗？这里有强盗出没？这里看来相当平静啊。那些天上的马贼，见了炸你后汉上就抢，等到居民吊起人手的刀剑时，然后就是不知道跑到哪里去。
叫我怎么报仇？大娘别哀伤，我会帮你去找那些强盗的。林青兰，谢谢你，有人看见这些恶盗往柳秋雨的方向逃走，也许对你有帮助。好，那我们娘就要帮他。走。听说你和强盗有勾结。你怎么知道？现在是我在问你，你怎么和他们联络的？我去穿越楼天货车时，在柳秀林和他们接头的。那这些强盗都躲在柳秀林吗？是的，请饶过我吧。先放过你，若是我去柳秀林找不到人，你只好准备赔命了。好。我这升级蛮快的哦。此路是我开，此路是我在，想要走此路，留下买路财。哈哈，好好笑哦！两位兄台，可否高抬贵手，让一下路？是真的很好笑。千金可保百年身，切莫只误空叹息。这。这下花无缺，我移花宫门下，黑蜘蛛是我大哥，不知两位有何见教？连入二人谷，莫进移花宫，雄迹蜘蛛有，此路可通行。真的耶，报出那阿庄大哥的黑蜘蛛名字，想不到会有效。行走江湖，除了武功以外，看威望也很重要。你是谁？你们可是在藏海村打家劫舍的强盗。哦，来报仇啊！可怜呐、又要再送我一条性命。哈哈哈！这公子哥拿不拿得动剑呢？既然就是你们，那好极了。老二、老三，我们来比一比，看看是谁。砍一下他的脑袋，不错，先砍伤他不算赢，要砍一下脑袋才算数。那还疼什么？上啊！毫无悔意，我也不客气。哇，好像蛮强的，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。我有愤怒技哦。这群体招式，那个群体招式也太烂了吧。好，赢了。如果你们肯和我回去，性命就不会白送。可惜啊，他们不肯跟我回去。细胶铜人是干嘛用的？看一下，没有啊，没有打到啊。太感谢你了，年轻人，我和你非亲非故，你这样替我报仇，像我老太婆怎么报答你啊？千万不要以身相许啊，大神，这是我该做的，哪谈得上什么报答呢？太感谢你了。好，我们解完这个大神了，好了，可以走了。好了，进二人谷咯。终于到了，这里就是二人谷。公子，我觉得这里一点也不像哎，实在感受不到一点杀气，太频繁了。奇怪，我以为这里应该会冷把手的。我也觉得很奇怪，这里和想象中一点都不一样。这里真的是恶人谷吗？前面好像有人，我们过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是的，公子。
有人来了，新来投奔恶人谷的人吗？那太好了，想不到这小魔星一走，我们就有新小弟了。对啊对啊，我喜欢，还有个可爱的妹妹，太好了。请问这也是坏事做尽，无恶不作的恶人谷吗？哪有这样问的，公子？公子江湖见得太少了些。嘿嘿嘿，一点都没错，你们找对地方了。这里就是坏事做尽，无恶不作，好人闻着善感的恶人谷，害怕吧？瞧你们两个专程赶来，能不能？难不成是想来禁谷的？公子，那就没错了，这也真的是恶人谷耶。那我们没有找错地方。嘿嘿嘿，真好，这两个人果然是来入谷了，大好机会岂能放过？收他们两个做小弟小妹没问题吧？如果他们不从呢？三打一应该不会输吧？实在太棒了，那冷血的魏无心出谷不久，小鱼儿哥也出谷去，现在又有现成的新晋徒弟，我们人间三恶要称霸二人谷啦！嘿嘿嘿嘿。嘿嘿嘿嘿，这三个人看起来好奇怪啊！请问，恶人谷里有个叫江小鱼的吗？江小鱼，你找鱼哥啊？不是，你找他干嘛？江小鱼现在不是谷里老大了，现在是我们人间三个当老大。对啊，那你找江小鱼做什么？家师有命，叫我来和这位江小鱼挑战。挑战？那你为什么不找我们啊？江小鱼已经被我们打败，现在我们才是恶人谷里最强的。所以你们要找江小鱼，那就等于要找我们三个，我们三个一向一起行动，你放马过来吧。对，你打输以后，不但自己要当我们小弟，你身旁的女孩子也要做我们的小妹。这三个在说什么啊？这么说来，那江小鱼是离开恶人谷了。还是被三位打败后能留在谷里？那将小鱼被我们打败之后，那还有点面子留在谷里，当然是夹着尾巴逃出谷去的。知道我们的实力了吧？如果你害怕不了这一仗也可以，乖乖你拜我们为师吧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那女的好像也会武功，三打二还是不打比较保险。既然将小鱼不在谷里，在下无意冒犯三位，就是别过。你想逃走啊？没那么简单。如果你肯拜我们为师，我们不会打落水狗的。你拜不拜我们为师都没关系，只要你身旁女孩拜我们为师就好。在下并非想逃走，只是因为家师吩咐要找的人不在谷里，所以无意在此逗留，请三位莫要随意猜测。公子，别和这些无赖再说了，我们走吧。好，何路？哟，你听，这小子想逃走还搬出那么多理由，真无聊。嘿嘿，两个人，公子啊，何路的叫来叫去，好肉麻啊！看来关系不寻常哟。在下对三位并无冒犯之处，何以三位苦苦相逼？若再不相让，花某可要得罪了。你们听听，这小子威胁我们呢。大家怕不怕？我好怕，我好怕，我好怕那姑娘的粪圈打在我身上会疼，哎呦，疼啊！哈哈哈哈，公子，得罪了。一招干掉他们。哎呀！原来哎呀是他发的。再见。我是不是有机会打赢涂娇娇？我们等一下跟涂娇娇打了。痛啊！三打二果然会输，如果可能三打一也不会赢。妈，我的肚子！失算，原来你的乌龟变魔好，大失策！哇，你又贫血了，又输了，连败不知多少场了。公子，
打得好。赵夏实在情非得已，那不是上尉陆琪何路，赵夏是不会动手的。好，反应120了哈，五回合嘛，我记得。哼，三个废物，三个人打不过两个，二人骨的脸全将我们三个丢光了。毒人呀，张天佑死定了，居然在屠人要面前讲外号。屠大姐你好啊，大笨蛋，我们被揍惨了。屠阿姨，我们被人欺负了，请你做主吧。屠人妖、屠大姐、屠阿姨，难道这人就是有名的不男不女屠娇娇？这位公子真的可俊俏得很啊，我们二人谷有二人谷的家法，请不要见怪。好难过，身体好像爆炸了。无双，吓死我，吓死我了。对啊，我的手疼脚疼头疼身体也疼啊，老命啊。这人用的是什么手法，可以让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症状？你在猜我的武功路数吗？这掌法叫做销魂掌，你要不要也来销魂销魂啊？那三人并无大错，可否请前辈放了他们？这三人都是二人谷里出生的，丢人现眼，当然要处罚才能立威。不过你放心，这三个废物死不了的。公子别纠缠了，我们快走吧。前辈请恕罪，我妹得念有要事，不能久留，先告辞了。哦，不起嘛，慢走。前辈，这丫头是打算留下我们了。不急不急，如果你们想走的话，脚踩在你们身上可以自己决定，只是你们走得了吗？我妹上这几个二人谷的朋友一时不安，愿向前辈赔罪。这三个废物真是没用，打上他们也没什么，只是你们以二敌三，伤了二人谷的人，若是让你们就这样走了，只怕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来二人谷。所以我说啊，你们就乖乖留下吧。妖妇，我们公子才不会和你走呢。嘴贱，非要我出手你们才会服帖，是你们自找的。先偷东西，偷不到东西那先打他一波。我应该打不赢吧，即使我打他700多滴。打赢了，这样打赢了，打赢会怎样？不会怎样。且慢，前辈可愿意让晚辈离去了？这妖妇为什么愿意停手了？你是移花宫的人？照下花舞阙，旁边这位是何路，我们都是移花宫的人。移花宫的人，你们来这里干嘛？听说二人谷里有一个叫江小鱼，我们是来找他的。小鱼儿，移花宫怎么会知道小鱼儿的？哦，你们找他有什么事？大公主命令我来杀此人。移花宫知道小鱼儿已经很奇怪，怎么还会叫人来杀他？但这人也不是在说假话。小鱼儿出谷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刚才听到三人说了。那你就走吧，我不留你了。多谢前辈，可否请教那江小鱼的长相容貌？小鱼的年纪与你相近，脸上有条刀疤，但依然长得很俊秀。多谢前辈，在下得罪，告辞了。何路这边的问号啊，我知道，我应该知道为什么了。因为屠娇娇如果是袒护小鱼的话，为什么屠娇娇要告诉他长相？所以我才何路才有一个问号。
梨花宫的少女要找小鱼儿决斗，有趣极了，究竟谁会赢呢？还有这少年年纪轻轻，功力已经大为不凡，日后怎么得了？是该想法子，可不能被这些长江后浪给盖过去了。公子，那妖妇为何突然肯放我们走了？我也不懂，总之公主要我们找的是江小鱼，她此刻已经出谷，卧龙谷的事就不必管了。那三个小痞子也很讨厌无耻啊，那江小鱼既然是他们老大，只有比那三个无赖更加下流卑鄙，我看他们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应该是的，住在恶人谷里的人不可能会是什么好人，公主要我杀死人应该是对的。我们先在这里看看探探有没有江小鱼的行踪吧。又是你，你来进来做什么？在他来请教姑娘，可是那小鱼儿如今往何处去了？你找他要干嘛？难不成要把他杀了？正是。哦，真的啊，这样太好了，他往东到海燕去了，你快追上他，把他杀了吧。多谢姑娘。我和他开开玩笑，他当真了。你刚才说要去杀江小鱼，那是开玩笑的吧？赵夏确实非要杀江小鱼不可。天哪！哎，他昏倒了。不是这里，药店在下面这里。请问有看到一个少年由藏海村的方向过来吗？你和他有什么关系？赵夏峰家师命令要与此人决斗。那好，我告诉你，那混小子竟然威胁要抢取我家老三，经过苦苦哀求他才罢手，但是被夺去我家那本的秘传《本草纲目》。我看少侠你人中龙凤，少年英雄，一定能除去此人，替我等报仇。原来这江小鱼儿如此胡作非为，我家公子一定会找到他的。我在看店，不知小二人往何处去了，你们可以找店小二问问。那么这下告辞了。慢点，别急着走，少侠你急公好义，救我为父亲，这下送你一个玉瓶子聊表弟敬意。结果又得到玉瓶子了，是要拿几个玉瓶子啊？花爷，好久不见啊，可是要住店？是啊，还要找你问一些消息。好说，爷要问什么？你可见过一个叫江小鱼的人？这人年纪很轻，脸上有条刀疤，但依然长得很俊秀。爷说的人可是身旁还有个女子同行？对，你可知他的人现在在哪里？这小子可风流得很，没有办法的，他新带了一个昏倒的女子带上床。也不知是被迷倒还是怎么了，一动也不动。这段期间里还有蛮多蛮西，这个季节天要找葡萄什么的，难不成来当道具？说些正经的吧。是，这话不是什么的，又引来一个泼辣女侠和一个前来捉奸的怒汉，这两个人打了起来，那个江什么鱼的就顺势跑了。可是啊，隔了一阵子啊，那个泼辣女侠不知什么原因也和原先那个女子一样昏倒，又被那小子抬进屋里去。这小子真要得啊。难怪师父要亲手杀这江小鱼，原来这个奸佞女子的恶道，这人罪无可赦的奸孽之辈，但也由我们梨花宫下手除去。他往哪里走了？他往碧蛇洞去了，不过情报最准了，也别把我跑一趟。我听说他后来又离开碧蛇洞，与一个女子离开此地，另外有些人去找，最准没错。多谢了，店小二。然后层层的误会，那花无缺坚信要杀江小鱼。咦，怎么会一个单身女子在这林中深处？姑娘，可需要帮助？别担心，我是九秀山庄来的，这里的山贼我不放在心上的。九秀山庄就是那个闻名江湖的高级客栈九秀山庄吗？是的，山庄离这儿近，我只是来采几味药的。
请问姑娘，可有看见两个少年少女经过此地？一男一女，有啊，不过不在这里，都要装上去做客了呢。那少年可是脸上有条刀疤，不错，就算日子应该还在庄上呢。公子找到了，那我们快去吧。多谢姑娘，我们急着找他，先走一步了。对不起，两位可是来投诉的，请告诉我两位的尊姓大名好吗？这位是我家公子花无缺，我是移花宫的何露。不过我们不是来投诉的，是想找一位叫江小鱼的人。若是如此，请两位稍后，我要请示我家小姐。公子，我们就要找到那江小鱼了，不知他功力如何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江小鱼啊，江小鱼，我虽是奉师命杀你，但若不是我一路上听到你的诸般恶行，也不会这般紧追着你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莫要怪我。那前世的婢女回来了。玄天剑法，我记得是破那个天魔附体的那个效果，印象中了。我家小姐请两位进庄相见。多谢。我可以动了。这就是我们家小姐，慕容世家的九小姐。见过慕容小姐。两位可是来自移花宫？是的。那两位来到这里来找江小鱼有什么事呢？奉江氏命令，特来取江小月的性命。真的？还有白担心一场。原来你是要来杀他，那江小鱼被我困在冰洞里，活活被冻死了，已经死了江了，哈哈哈哈。江小鱼死的，这话当真？我骗你干嘛？你不是也想杀他吗？江小鱼死了，那师父交代要亲手杀死江小鱼一事，岂不是永远办不成了？那可有手证明江小鱼死了？证明？那可没办法，我说他死了就是死了，没有人可以向我要证据的。慕容九小姐，事关重大，还请示赐告江小鱼失手的下落，家师事情有吩咐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赵家非确定不可。哦，你以为用移花公主来压我就可以了？告诉你，本小姐不吃这一套，你抬谁出来都一样，江小鱼死了就是死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这慕容九小姐，吴家公子，住口！在九秀山庄，哪能得下你们下人插话？送客，得罪了，方请告诉在下江小鱼的下落。移花宫的人欺上门来，这里一个有用的人都没有吗？小弟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怎么会对我女人不敬呢？黑蜘蛛，大哥，九姑娘说尽了。我老黑替你打发他们。你出现得太及时了，我喜欢。慕容九，乖乖把九秀山庄献出来吧，快点投降，免得我们一把火把这全烧了。我们阎王们要的地方，哪还由得你不从？这些人是阎王们的家伙，打我这山庄主意很久了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东西。公子，我们要上吗？这山庄庄主看来不会是这些人的对手，我岂能任由这些人欺负弱女子？九姑娘，这些人就交给我处理吧。哼，随你的便，别想要我会领情。九姑娘，我先替你打发他们，再来打发这位小弟。小子就要死在这里，还在那边大言不惭。九秀山庄既然不肯归顺，那就全杀了。等会再放把火，把这里全烧了。住口，接招吧。好，呀哈！哎呀，黑蜘蛛！哇，黑蜘蛛五十等呢，不愧是大哥。
大哥没有输。站住！哎呀！大哥，你怎么那么烂、啊？大哥。你等可愿意罢手了？原来这小子功力这般高，想不到啊，公子又有人来了。臭小子，竟然打伤我们同伴！叫你和九霄山中的人一起同归黄泉吧！杀！好、哦，现在先脱，对不对？嘿的，会的，先脱，先脱起来。好像打商场吧。嗨呀，还是嗨呀吧，嗨呀，嗨呀！我叫哎呀比较好，好听一点。请不要再逼我了，公子。还有啊，你功夫再好，也要用车轮战逼死你。快快求饶，还可以考虑放你一条生路。讲那么多，杀了就是了。这样打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公子，他又出现了，一堆饭桶，这么多人还拿不下两个人。慕容九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再不归降，就叫你们死无全尸。你威胁我？废话，快回答。我在九秀山庄以前是给达官显贵要住的，被你们这些张手张脚的小鬼碰过了，我也不想要了。那你的意思是愿意献出这里？笑话，我宁可一把火全烧了，也不愿意把这大好的庄园让给你们。那就休怪我无情。等一下。没东西偷。他血蛮多了哦。好，答应。报上名来，你们洗好脑袋，等我回来报仇。在下移花宫花无缺。移花宫何路？移花宫，好啊。这个梁子结下了。魏护法，白银那边已经得手。哼，那好，大家收队。我就不信这姓花的能天天护着九秀山庄。失火了，这是谁做的？刚才阎王门的人来到这里，放火烧了冠仙上锁的门。那江小鱼呢？好像也被救走了。可恶的阎王们，我慕容九要关的人你敢救走？这么说来，那江小鱼还未死。这位姐姐，那江小鱼往哪个方向去了？好像往春月楼的方向去了。多谢公子，我们走吧。慕容九姑娘，黑蜘蛛大哥，得罪之处还请包涵，我们要去追赶那江小鱼的。算了，本姑娘大人有大量，不会和你计较。等我武功练好，我就找你的。告辞了。好，马上回去。然后，好，拿到慕容玄天剑法。看一下啊，这个慕容一脉剑走轻灵，又不失稳健哈。剑招一独步武林。剑招本身并不出奇，但可破天下各种奇门护身气境与无敌的武功，是战神诀与天魔护体这类的奇功大克星。刚才受的伤疼不疼啊？不痛不痛，这点伤一点也不疼。哈哈，好吃。
喂，你们，我们，对，就是你们。你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叫江小鱼的，这人很年轻，来自恩人谷，一脸玩世不恭的样子。江小鱼，这女孩要找的人和我们一样。你要找江小鱼？好啊，你们果然知道。快说说他人在哪里？不是不是，我们要找这个人呢。咦，你们要找他？我找他是要把他给宰了。你们又是要干嘛？与姑娘一样，要杀了这江小鱼。这姑娘大概就海燕帝小二所说的那个被弄昏的泼辣女侠，难怪要找江小鱼报仇。只是师父有言，要我亲手杀死江小鱼。这姑娘最终让她砍几刀出出气，最终还是要自己动手才行。你们要杀江小鱼？为什么？家师有令，叫我杀了这诸多万的江小鱼。那姑娘，你为什么要杀江小鱼呢？这关你什么事？问那么多？看这姑娘的反应，应该是不会错的。反正我们都是要杀死那臭小鱼儿，什么理由都一样。我亲眼见到他进到这镇里来，大家分头说说，走了就把他牵到万馆杀了。好，请问姑娘高姓大名？很有个性的女孩。我叫张青。公子，那我们分头找。我去说左边，你现在再等一下。好凶的女孩。我去说右边。有看到人吗？没有，但是店中说有看过这个人。怎么样？啊，什么人都没有，那江小鱼不在里面。那笨蛋怎么就待在客栈里？人家要杀了你还不知道？还在客栈里啊？那我们再仔细找找好了。不必了，不必了。客栈里有人告诉我，那江小鱼不久之前又往回走到柳秀林去了。我们快去追吧。可是我们才刚从那个地方过来的啊！听我的话准没错，快走吧。好，加入。什么都没看到啊！哎呀，一定是那店小二乱说话，也许根本就小鱼就没来过这里。可是你们带路的耶。算了，找不到就算了。当然就是为了要找江小鱼才来这里奔波，再继续找就好了。那死鱼儿应该走了吧？他和铁心他会去哪里？是了，一定要上峨眉山去找叶冷天宝藏。反正这两个人也不认识小鱼儿，就算碰上应该也不会出问题吧。我刚才弄错了，他们是要上峨眉山，不是柳秀林，应该回春月楼往那一头走才对。这是不会弄错了吧？不会不会，那小鱼儿是为……哎呀，反正他一定会往峨眉走，跟我上峨眉山就对了。先上峨眉山找小鱼儿，再找机会把这两个人丢下，我自己去抢一段叶蓝天的宝藏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 和 Twitch。那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收看哈。那喜欢或喜欢《九号生肖二》啊这款游戏的剧情哈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就是加入大师的影片上面的 QR Code 的赖社群。然后底下有资讯栏也有连结可以点的哈，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喽。